这个苹果胶是我今天拿快递拿到的，我朋友寄过来的，前两天都没有样板了，样板熟完了，都吃完了，所以今天寄过来的。这两个是搭秤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咱们搭秤的这种都是选用 A 果啊，精选 A 果的，看一看是不是一样大的，都是一样大的，不会给大家配那种小小个的没有肉的，两个都是一样大的，啊、这个是吧？一模一样大的，有可能比这个还大一点呢。小丑还在那里剥玉米呢，刚刚吃饭我在这里开播，他在那里剥玉米去了。你还没掰完吗？啊，还没掰完了、啊，不是够吃了吗？鸡？肯定够吃，要把这里掰完，一餐都不够呢。这个很难掰的，掰的手都痛了，掰了两个手都割伤了，两个手指。我跟你剥，我跟你掰吧，刚下播了。其实我看有一些玉米还是蛮好的。那这种就还可以啊，这种。只是有点少，那比例比较少。这个玉米你看，这些也好的，给鸡吃好可惜啊，感觉。可惜也没办法呀，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，这个就挂几个玉米粒。这个你播到啥时候？播完。这个玉米也真是的。有一些很好的，有一些就不好。很好的占比太少了，知道吗？一筐里面找不出来20个，有什么用？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，还有它还有什么可以用处的地方？问题觉得真的是有点可惜，毕竟种了这么久。玉米粒啊。保存主要是它一个保存时间不长，如果说你整个好的话，你这个是整个都好的话，那这个还好。这个连一粒都没有了，五粒玉米。这个有点搞笑。你好，你看这个玉米，这个玉米棒挺大个的，就是不挂果。你还在生气啊？气啊，气什么？气坏自己，很好气。哪里做不好你就直接说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，我看着现在我都看不顺眼，你说哪里做的不好？从头到尾都是个错。现在我你说，你要我怎么说？那我不是买衣服来给你，是不是？给你道歉了嘛？那你觉得有你好有诚意哦，买个衣服。啊，还是个男装的。但是情侣装的，男装的。你太有诚意了，是吧？那明天我带你去街上面，你自己选呗。我就看这种情侣装又好看，而且它透气嘛，这种布料透气嘛，那我就买了。买完你又说那么丑的，怎么样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。你觉得跟我在一起累不累？我觉得挺累的。不累啊，也不累啊。就像很多朋友都说，我们两个真的是太累了，因为两个性格感觉有点不合。做朋友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。做搭档应该也还可以。做情侣，我感觉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性格不合这个东西是不是肯定要有一方迁就一方的嘛，两方都要尊重嘛，是吧？你哪有两个人性格一模一样的？那我觉得我已经很尊重你了嘛。那如果说我什么都救你，都为你考虑了，那谁为我考虑？你都不为我考虑。我为你考虑啊。你为我考虑了吗？你确定吗？哪一位？你哪一方？你说出来，举个例子，你是怎么为我考虑的？举个例子。你举个例子，你除了会为我考虑晚上吃什么，你还为我考虑什么？我需要的是你考虑我们的以后，你都没考虑过，我觉得。哪里没考虑到？那你看一下是不是找货
后援这个东西不是都是我外面奔波的吗？是吧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男的去做的吗？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说呢？你并不是为单纯的是为了我呀，你对不对？将来呀，那我也不想你那么辛苦的，那么大太阳的，是不是跟我一起去找货啊？这些东西晒得要命，是吧？不觉得，我想我们的将来。那你我问你，我们将来在哪里？那现在不在努力的挣钱吗？按照我们挣钱的速度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将来。不是真的，像很多朋友。两个有说的，我们两个可能真的不合适。他们都说你适合徐姐这种类型的，你应该去找一种徐姐这种性格的可能好一点。徐姐是什么性格？我怎么知道？就是贤妻良母啊，勤俭持家呀，埋头苦干啊，愿意就是说做的呀。不考虑任何问，不用考虑什么东西的，就是去做事嘛，就去做事，不什么不计较啊，这种人，你说是不是？人家觉得，不是我，是我。